我们回去吧，祝先生他们已经找了很长时间了。我不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他不等我。我要找，就是找到他的一件衣服，我也要找。 局座，他奶奶的，这个眼镜蛇或者金梅子，真是太歹毒了。什么情况？这报纸肯定是他们捣的鬼，故意让我成为中共地下党的暗杀目标。局座，您的太太又开始疯疯癫癫的了。那郑和大小姐还有雷玉锁，在江边找雷汉的尸体呢。咱们的人都安排好了吧？已经开始行动了。 鹿死谁时还不一定，咱们走着瞧。你就说怎么办吧。罗兴前眼睛蛇，他们都在忙着，咱们不能袖手旁观啊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。我听你的。我会亲自盯着他们的。反复大院，我是不能再回去了。师叔啊。 韩姐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婷婷，我还没来及告诉你，齐如燕是日本特务。什么？如燕姐是日本特务？这不可能！婷婷，我已经和她交手好几次了，她就是那条眼镜蛇。要真是这样，
我下次见到他，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婷婷，齐如燕心狠手黑，你千万不要擅自行动。玉锁的爸爸现在遭遇不幸，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保护地宫宝藏，然后咱们再对付日本人。夕寒姐，对不起，我爸爸他……婷婷，这和你没关系。咱们出生在哪个家庭，谁都无法选择。可是走什么样的路，却是由自己决定的。 谢谢，但我真的不知道。师傅，他的脸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当年被火烧的。师傅，他的手指还折了呢，我感觉是开锁时受到了强烈的挤压和扭掰造成的。臭小子，净给我添麻烦。医好枪伤，恢复伤势。 以我的妙手神医，半个月时间足够了。我马上去找药，你们把它给我扛好喽。是，师傅。
你想杀我？就要杀了你！你凭什么杀我？是你逼死了雷汉。那私通共产党死有余辜！你这个狗汉奸！别动！我看在婷婷的面子上，不仁，我一枪打死你。20年了，你从来就不拿我当丈夫，心里一直想着那个铁丝恩。 他哪儿比我强啊！因为你禽兽不如。承蒙夸奖。这次任务是我们警局罗局长的，弟兄们尽管偷。 抓进去，立马就能放出来。可可就等这一天了。咱们去龙虎山天使府走一趟，看看有什么镇山之宝、镇府之尊。偷来是咱弟兄，偷不出来有奖奖励。这次的秘密任务是……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发现了没有？发现什么？ 是谁？是眼镜蛇，他已经盯上你了，要多加小心。我今天约你到这儿来，是有这么一件事儿。罗星泉派邵德兴通过关系找到了几个江洋大盗。江洋大盗？这几个人都是上了我们警察局黑名单的。他找江洋大盗干什么？可能要找什么东西吧。会不会是为了皇陵地宫而来？完全有这个可能。 关键时刻，这雷汉呢？雷汉现在生死不明，所以罗星泉找江大盗才显得尤为重要。我也不相信雷汉会这么轻而易举的死。可现在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，真是急死人了。
别动，我刚给你包好药。师叔，我，你还认识我这个师叔啊？啊？我怎么跟你说，你就是不听。你看看你，今天遇到大麻烦了吧？师叔，我的伤没什么，就是索谱。什么索谱啊？不就一本破书吗？现在好了，药冷湿了，已经废掉了。啊？废了？跟你开个玩笑呢，别当真。跟你师父啊一个样，一点心眼都没有。就你这样，还想去闯什么江湖？嗯？师叔，我有一事不明，那索谱怎么一个字都没有啊？难道真是无字天书吗？这个等你伤养好了以后再说吧。啊，每天换药的时候把伤纸浸泡在水里半个时辰。啊，还有，这是我给你配的茶药，每天三小包，一天三次，一定要按时喝，听见没有？啊，谢谢。这也没有，那也没有，赵姨能去哪儿啊？如意阿姨，如意。钟先生。
喂，我是左胖。司令长官阁下，你有什么指示？你马上到我这来一趟。如烟阿姨，你都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，我去帮你弄点吃的吧。我不饿。你这样一天不吃东西，身体真的会垮的。我去帮你弄一点，我马上就回来，等我一下啊。师兄，你等等我。报纸上说的，报纸上说的话你也信吗？说不准你就中了小鬼子的阴谋诡计。赵姨，你这么轻而易举的死去，你是随了谁的愿，中了谁的意呀？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，只要我们活着就没有小鬼子好日子过。赵姨，你同意我说的话吗？报告司令长官阁下，金梅子奉命赶到。金梅子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军部派来的特使，大岛浩少将。特使先生，请多多关照。よし。特使这次来上海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调查德国友邦盖世太保彼得罗维奇和他的手下死因。金美斯小姐，外交部收到了德国友邦元首希特勒亲笔签署的抗议召会，他们强烈抗议你们杀死德罗维奇和他部下的罪恶情形。现在这份召会引起天皇陛下和军部的高度重视，我此次来就是要查明事件的真相，抓住凶手，严惩不贷。金美子小姐，你身为大日本皇军驻上海滩特务机关的机关长，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？特使先生，我……你不要跟我解释，你还是去东京向军事法庭去解释吧。
这件事情，并非无药可救，也许还有峰回路转之机。怎么峰回路转？打开中国皇帝皇陵的地宫，得到那枚无与伦比的传国玉玺，以此敬献给我们的天皇陛下。只有这样，天皇陛下才能特赦你。可锁匣已经死了，不知道还有谁能够打开皇陵地宫的龙头大锁。这个我管不着，生死一线都在你自己的手里，要活要死，你自己定夺吧。嗨，雷汉，报铁丝恩。如果你这锁谱我研究不透的话，打开地宫，那也是妄想。不过你放心，这皇陵地宫的宝藏是我的了，我打不开，谁也别想打开。我怎么这么笨？我开什么枪？这不是自掘坟墓吗？这事儿就这么完了？不，我一定要打开皇陵地宫。我不打开皇陵地宫，我死不瞑目。西寒，我想求你一件事儿。您说，陪我去看看花如烟吧。您要去看她，好，我陪您去。事情你办得不错。哪件事干得不好啊？说你胖你就喘，你不吹牛你是不是浑身不自在？你们呐，生在福中不知福，捧着金饭碗要饭吃。行了，你少说两句，没人帮你当哑巴卖了。行，我不说。小青，你把这件事情先去安排一下。是。李梅子小姐，你身为大日本皇军驻上海滩特务机关的机关长，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？特使先生，我……你不要跟我解释，你还是去东京向军事法庭去解释吧。生死一线都在你自己的手里，要活要死，你自己定夺吧。霸爷，霸谁呢？哎呦，这么漂亮一个女人，出如此粗口，太不雅观了吧？我连性命都快保不住了，还管她什么粗口不粗口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雪娥，如烟，雪娥。你说什么？雷汉他可能没有死。感觉，我的职业感觉就是这样。何以见得？罗兴全看似稀里马虎，其实啊，他是最聪明的人。如果他没有打开皇陵地宫的把握，他是不会让雷汉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死掉的。道理是这个道理。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既然咱们现在不能立功，也不能让山的和眼镜蛇有功劳可得。你的意思是？见机行事。我已经发现了眼镜蛇在秘密跟踪监视中共地下党的人。你可以。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。机关长反应就是快啊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西郊的树林里。不过，你和他正面交锋不好。毕竟都是大日本皇军的人啊。那我怎么去？哎呀，吓着我了。你就戴着个面具去，你吓死齐如燕他也认不出你来，一举两得啊。以后就算是他怀疑到你身上，你不承认，他不是也没办法吗？好。当年除了我师父，剩下就是我师叔张天师了。他肯定能打开皇陵地宫。该死，真该死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可我又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从山上请下？这个作恶多端的日本间谍，我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武功。不过什么？小心！
知道你是青梅子。青梅子是谁？我不认识。你别欺人太甚。废话，接招。不怕没柴烧，咱们也回去吧。那是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再多坐会儿嘛，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啊，那好吧。杀的保家乡。